坐，坐下，欢迎坐下。坐下，坐下。各位台湾的众人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首先，我要甲大家多谢恁，予阮一个有快乐希望的市长，啊，佮予阮有尊严的总统，啊，嘛是予阮客家感觉最上美好的时代哦，总统。啊，但是咱即几工啊，咱伫电视看到哦，杨淑君哦，伊个冠军，伊个迄个台湾之光就要到手啊，去互创掉去哦。啊，咱前几工啊，伫东加英典的时阵，咱去安怎去互侮辱？但是咱的马英九，伊有出来讲哦，伊来讲就是为台湾讲一句话无？讲无啦，对无？伊软脚软到即型的哦，比迄个乌龟搁较瘦头哦。啊，但是呢，伊咧甲咱剥削哦，甲咱逐项拢起价哦。啊，伊来即个推迄个签 ECFA 哦，伊即个来主管迄个公投哦，伊来糟蹋咱的总统哦，伊就是比土匪搁较强着无？咱知影讲伊的选情无好的时阵。哦，伊就去叫司法院的人，哦，来较紧甲拼，甲定罪，哦，啊，伊嘛甲陈志忠，哦，讲说伊安尼，哦，伊是去因厝兜边啊，哦，啊，用因某的手机啊来走私，这用脚头骨想到都无可能的代志，但是伊就要甲安尼判，哦，安尼时阵，咱这司法去用糟蹋安尼，哦，所以咱咱就爱用选票来甲改变，对无？咱一定爱吼，咱的市长五都拢赢，但是咱的议员嘛爱个席数拢爱增加，拢爱当选，尤其是阿扁的总统所希望的一边一国的议员，咱一定拢爱有高票当选。安尼的时阵，咱才会当让国际知影讲，咱是吼嘛、哦、是一边一国，嘛阿扁的总统才会当讨一个公道。吼、哦，咱等安尼的时阵，咱阿扁的总统伫遐替咱受罪，咱两站会当对得起伊哦。咱四百年来，咱的祖先来这家买一个哦安居乐业的迄个土地，咱才有法度对起讲对得起讲咱的祖先。安尼时阵哦，所以咱即届选举，咱大家一定要搁拍拼，哟吼、哦、一边一国家的议员，无论咱怎，一定要让大家拢当选，哦高票当选，尤其是集中拢爱高票当选哦，政府啊这嘛拢爱当高票当选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非常感谢。